县令夫人杀生，梦受杀报。福建蒲城有一位县令，为官清廉，爱护百姓，不随意杀生，是个人人称道的好官。但是，给我站好，不要乱动。卖啦卖啦，不要碎碎念，拿出一点男子气概。你放心，我已经练了很久了，只要不要乱动，你就不会有事的。看老娘的独门绝技，飞刀奶油手。哼，嘿。咦，奇怪，不是三连发吗？怎么只有两把刀呢？是三连发没有错啊，你看看你身上。你这死鬼，别装算了，还有很多游戏等着你玩呢。走吧，到下一关去。老婆，你又要玩什么新把戏？少废话，你乖乖的躺着就对了。呵呵，这可是我精心设计的超酷游戏，等着瞧吧。老婆大人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哎呦，哼！男人真命苦，堂堂一个县令，竟被人玩弄成这副德行，还有天理吗？这些动物是？哎，我想他们一定是老婆大人要拿来吃，或是做游戏实验用。趁母老虎不在时，赶快放了他们。好了，你们自由了，赶快离开此地吧。呵呵，总算也有我能做主的时候。老公，你做了什么好事了？找死啊你！哼，气死我了，真是没用的家伙，还是睡我的大头觉比较快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怎么变成这样？是梦吗？天哪，我变成鸡了！怎么又变了？我的身体呢？原来这是一场梦啊！刚刚有如千刀万剐般的剧痛，好真实，好可怕。老公，哎呦，我真命苦啊！老公，不妙，快跑！老公，对不起，我真是太任性了，对你那么凶狠又无辜的杀害生命，只为了好玩，完全不顾你们的痛苦。老婆，没关系，事情都过去了。
夫人回想梦中情景，不胜心惊汗流，悲痛后悔。从此以后，下定决心吃斋念佛，根除暴戾之气，戒杀放生，广结善缘，夫妻两个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们称狮子、老虎、蟒蛇这种肉食性动物野蛮凶残，但是它们残杀别的动物只是为了生存，人类却常为了不必要的虚荣和罪行而残害动物。